顾大丈夫，恬然无私，淡然无虑，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，四时为马，阴阳为玉，常去凌霄，与造化者俱。淮河水静静地流淌过淮南大地，斑驳的竹简静静地领悟着八公山的智慧与思想。我试图在作品中寻找出生命的意义。生命起源的巨石上，岁月痕迹交错的曲线之下，生命最初的故事在这里沉淀。我要追寻什么？我在追寻什么？也许我是淮南的一棵银杏树，守着静静的山水，守着淳朴的民风，守着守着，就从前世守到了今生。也许千年之前我就在这里，时光流逝，物是人非，而淮南却依然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归乡的游子。那来自山林深处的鸟鸣，与那祥和而厚重的钟声，碰撞出繁华落尽，但见从容的释然。竹林深处，眉眼里沏一壶清茶，远离都市的喧嚣，摆脱凡间的因果，摒弃尘世的对与错，空气中弥漫世外桃源的清幽。那魂牵梦萦的曲桥，似轻舞飞扬的丝带，飘逸于美丽的湖心，与翩翩起舞的荷叶相拥，仿佛诉说着这古老的传说。自由翱翔在蓝天白云下的群鸟，欢快地鸣叫，似在赞美这浑然天成的家园之美。芦花在跳起欢快的舞曲，与曲桥、荷叶走出生命的旋律。水碧山青的淮南大地是如此的祥和与宁静，不少美丽的故事在这里演绎。禹王亭旁的古造角树在微风中讲述着大禹治水的传奇，机智忠义的春申君为了避免生灵涂炭，天下平民百姓都能安居乐业，用他璀璨的一生投身官场政局，创造了无数传奇。然而帝王将相的权力之争并未停息，一时间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狼烟滚滚，战马啸啸。如今微风抚慰着清澈的水面，柔和的曙光播洒在岸，如同明快的水彩，铺画出诱人的山水。南北朝一世未了，五代十国战乱又起，刀光剑影争夺着这片祥和的土地。英雄们从历史舞台上来来往往，千百个春秋从未停歇更迭，先人的智慧
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地流淌着。二十四节气将春夏秋冬细致地分开，刻画出世间万物遵循的法则。花开花落，生息不止，消逝与孕育，演绎着生命的轮回。记录在《淮南子》当中的二十四节气，仅是淮南王与八公众多的贡献之一。我无数次的梦到淮南王与八公著书的情形，只一眼我便摆脱了尘世的庸扰，寻着仙人的衣袂，直抵心底的平和。这一切不知是梦是醒，在这仙境一般的宫中，难以想象刘安为何甘愿放弃这一切，而穷尽一生寻找升仙之法。闭目冥思，遥想淮南王彼时修道成仙，欲乘风归去，驾鹤翱翔，这是否是他寻求自由的一种渴望？自方才女怒明当，鸾歌凤舞断君肠，这份相亲相思不离不弃的情谊，与这费尽心力的仙丹，究竟谁最珍贵？仙丹亦与刘安一同升仙归去，无处寻觅，而他无意间发明的美食豆腐却保留了下来，造福千秋万代。古丹井深邃的井眼中，炼丹取水之声依旧隐约可闻。青天观内，千年之前诗人林甫植下的荷径古梅，至今仍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。毛氏三兄弟洒脱地放弃功名利禄，而在此地修行炼丹，古道今风可见一斑。何为生活的真谛？道法自然，道法自然。
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舍得。啊，舍得。信步世间于八公山石林，不由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千姿百态。忘情谷，这个让人心生怜惜的名字，仿佛述说着情人间相忘于江湖的无奈。于山南新区，不禁感叹淮南人的勤劳与智慧。三山鼎立，三水环抱，三城互动，琴音缭绕，渔歌唱晚的美丽景象，仿佛在奏响一曲现代、时尚、动感的乐章。神州欢乐园里充盈着奇妙想的创意与目不暇接的欢愉，在这里时空交错着，无论老幼妇孺都释放无限的激情，享受感官的刺激，去寻觅自己如梦似幻的童年憧憬。斑斓的色块如心情般飞舞，绚烂的光影描绘心中的愿景。在这片童趣的天空下，我放飞自己的梦想，感悟幸福的真谛。舍得是智慧，是态度，是放下的释然，是得到的快乐。舞者灵动的身段，娴熟的舞技，婉转动听的戏剧，让我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番面貌。这一刻我懂了，让生命中充满快乐，让思想放飞自由。这一刻那沉睡千年的记忆渐渐被唤醒，千年之前我就在这里。Thank you.
南的豆腐眼，这回味无穷的鲜美，赠予了我在这片土地上最难割舍的记忆。淮南人的亲切和热情，这暖人心扉的情谊，赠予了我在这片土地上最为珍贵的礼物。我看到一张张明媚灿烂的笑脸，蓝天碧空之下闪耀出生命的脉动，只有在淮南，只是在淮南。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才能孕育出淮南子。只是在这样的地方，才能孕育出那样不朽的生命力。